有一段时间是前几天吧，第二次辟谷，经过这两次辟谷，我们觉得身体变化挺大的，原先血糖高啊，血压高，然后现在就是基本上呢比较稳定一些了，然后药呢也是减了很多，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来讲是很幸福，然后在这里呢也是收获多多的，就学习这个老师这个几本书呢，我觉得特别有益，也认觉得是造福于千万家的事，这辟谷的事情也是这样，我觉得挺感激这个鹰眼的，真的让我能够接触到这么个给大家带来很幸福的一个事业，真是照顾千万家，多少人都需要这个，精神上需要，那么身体在这里改变的时候也是同样需要，有很多人都带着这些问题进来，我这也是在这里非常受益的，这一点呢我觉得改变多，然后今天我就发现他也改变了，真的他也改变了，他呢就我说了这么多的时候吧，也带了一点点说教，但是不多了，他的态度就不像以前的，哎呀你又来说我又来教育我了，不是那种反感的心态，哎就说行，你说的对我也接受，哎虽然说不是说感觉特别心疼，但是感觉呢不是像以前的反驳，不是懵懒顶牛的，哎说明我变了他也变了，其实这段时间他也在学习，我觉得还是我也感觉挺高兴的。在这个辟谷，辟谷这方面，从这个怡然自得身上有亲身的感受，就很不错。如果我将来在我身上也能有太大的变化的话，那就更好了。